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小说《王牌计划》，作者卷土，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本集播音吴天，第774集。方明看到这儿，心中马上就涌出了一股狂喜，因为根据事前的资料调查，金鱼精的兵器不是凡兵，也是一件法宝，叫做撼弹锤，乃是用南海观世音菩萨道场当中的仙莲尚未开放的荷花骨朵炼成的。此时见那个锤子的模样，分明就是金鱼精的妖力大减，维持不住这法宝兵器的外形了。那个巨锤迎面横扫而来，而且还带起了大量的沙尘，裹挟在了一起，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就仿佛是一道被12级台风带起来的巨浪迎面扑袭。只是这个锤子的速度落在了方明的眼里，已经比起先前他攻击隐藏 BOSS 蛇色的时候足足慢了至少1/3。方明马上原地趴了下去，他的身躯挺得笔直，紧贴地面，双掌按的地方立即溶解成了岩浆，将方明吞噬了进去，看上去就仿佛是沙面忽然间融化了一般。那这一锤子自然是无功而返了，方明这时候双腿这一蹬，就从沙子里面似是炮弹一般直接飞射了出来，伸在了前方的右手伸得笔直，上面燃烧着淡黑色的火焰，直接扑向了金鱼精的头部。然而方林忽然间见到了金鱼精那两条触须忽然间就在空中灵动无比的翻腾了起来，所掠过的地方出现了淡蓝色的醒目的光芒，紧接着连续的勾勒出了数个玄奥无比的符号，在空中闪闪发光。与此同时，金鱼精已经击空击老的右手，松开了握锤的锤柄，而那柄撼弹锤居然自动的高速的回飞回击了过来，撞向了方明的后脑勺了。凌空御物或许不难，但是凌空将这么一个少说几十吨重的巨大锤子遇的是逆向回飞过来，那难度起码是用手拿起来挥击的10多倍吧。方明在这一瞬间脑海里面千回百转过了无数的念头，他大叫了一声，竟然是不再闪避，继续前扑，一把抱住了金鱼精的一条触须，而他淡淡的黑色火焰立即若着复古之躯那样顺势的燃烧了上去。而就在这一瞬间，方明启动了拟化，将自己的属性切换成了体力，副属性切换成了力量，其余呢变成了极限的一点，竟然还要应受这小山寺的重锤一击。方明的心中盘算得很清楚，梦魇空间就算是将这金鱼精的难度调到了再高最高，总得也给人留下一丝过关的可能性的。若是依照自己拟化以后超过200多点的体力值都会被秒掉，那么就算换成了雷洛过来他一样也扛不住的。梦魇空间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 bug 出来的，那样的话就是完全在虐杀轮回者了，而绝对不是锻炼和考验。金鱼精的控物能力先前极强，本来那个小山寺的巨锤是在攻击方林的同时也会飞砸向他自己的脸面，但是方林不闪不避以后，巨锤竟似是有人握持那样凌空一转，根本不会出现这误伤的危险。就在这重锤集体的一瞬间，方林眼前骤然间一黑，然后眼前出现大量的星星，接着脸上似乎像是被贴上了一层透明的薄膜，完全窒息的喘不过气儿来了。这乃是他的瞬间移动速度被加成到了极快的程度，
以至于他的轮回者的体质都完全喘不过气儿来了。当方明跌落到地面上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是从这8000多米的飞机上不开降落伞直接来了一次自由落体，而且还是直接拿脸着地的。好不容易啊，软趴趴的坐起来，喘了好几秒之后才手足并用勉强站了起来。这时候看外面的景物的时候，满眼都是重影，而且方林伸手这么一摸，发觉自己的口边鼻端都是向外飞溅喷射出来的鲜血，那血喷的就好似重型卡车高速驶过了马路，轮胎碾压过路上的水洼当中的污水之后，向着旁边那种激射喷射的模样一般，可见这一锤子的威力之大了。再看看方明的体力值上限，活生生一下子掉了近1/4以上。要知道方明的体力值当中还包括着他身上的准金色装备，高尼兹的牧师袍上面融合的风之盾呢。这么算起来的话，若是方宁恢复了正常属性，撑死也就是被金鱼精两锤子将体力值敲空，最后吐口唾沫呀，也就能淹死他了。若是依照先前金鱼精对蛇色的攻击速度，这两锤子加一口唾沫也就2秒左右。老胡和老四提顿上去，两个人能撑30秒就相当不错了。若是想通过远程敏捷特长者远远的放风筝这种战术啊，您用脚趾头也能想得出来。这金鱼精能够用这精神力控制空锤子飞回来攻击方林，难道人家就没办法把锤子对你扔过来，然后在意念上进行校对瞄准？不过呀，远处金鱼精传出来的极其痛苦的吼叫声也说明了方宁这一锤子没白挨了。方宁被打飞出去之前呢，可是死死地抱住了金鱼精耷拉下来的一条根须的，那触须的。这触须少说有2米多长，质地呢又相当柔软。方宁先前用自己最强的淡黑色火焰焚烧着它，再借助金鱼精自身的锤击之力，将他这个具有探测器功能又有施法功能的触须给撕断了一根，这伤口正向外突突突突喷射着淡白色的稀薄的液体呢。金鱼精正在痛苦地抱着脑袋仰天长嚎，搞得本来要及时救援的老胡他们一见到方林一时之间没什么事儿，也都退回去了。方林不禁在这心中恶意地揣测着，是不是将这金鱼精的脑髓液搞出来就最好了，省了多大的事儿啊。但是金鱼精虽然看起来有些十分痛苦，但是却丝毫没有要嗝屁的模样，还用一只手捂着额头，另外一只手上面提着那柄巨大的旱蛋锤，却是又再次变色，显得是更加的娇嫩，越来越像是本铁荷花骨朵了。忽然间金鱼精再次惨痛无比的长嚎了起来，方林仔细一看，他居然自己活生生将另外一根额前的触须扯断了，并且将那柄巨型的旱蛋锤信手抛弃在了一旁，轰隆隆隆滚出了5-60米，撞塌了5-6个沙丘之后，被这沙子埋下了一半。那柄旱蛋锤在离开了金鱼精的手掌之后，便又恢复到了金属的色泽，安静地卧倒在了旁边了。三个肥仔这时候呜噜噜噜一声吞咽了一口唾沫，本来这肥厚厚实的脸都紧张变成了猪腰子脸了，隐约可以听到萎缩腹压低了贪婪的声音啊，当然那声音也是激动而颤抖的说道，富贵险中求，上。以前的屠夫本来就具有抢劫 BOSS 武器的先例了，
比方说恐龙快打二难度的总 boss 疯狂屠夫，就是被这肥仔利用五尺的铁钩勾走了他趁手的武器而含恨而死的。这不都是进化成的千人斩还放在屠夫手中耀武扬威着呢？今儿难得又遇到了一个乱丢武器的傻叉了，而且这傻叉呀，还唯恐这武器离自己太近似的，将这锤子抛离自己远远的。怎么不叫这三大肥仔和萎缩妇眼冒绿光，浮想联翩呢？上帝、耶稣、佛祖、菩萨、玉皇大帝、老子、太上老君、观世音菩萨、哥哥耶稣、耶和华华姐姐，您保佑啊！萎缩妇唆使的三个肥仔以老鼠移动的方式悄悄地埋在沙子里面，游荡向了那把乌沉沉的巨型旱蛋锤。三个肥仔跪求不引人瞩目，移动的时候相当的缓慢和诡异，看上去就似是三条吃的肥硕无比的虫子在以几字形状的方式拱土前进着，还颇有那么几分打枪的不要偷偷地干活的意思。唰啦啦啦，三条铁链一起飞出，急吼吼地在了金鱼精丢掉的巨大的锤子上面绕了好几圈，然后三个肥仔哼哧哼哧临时客串起了千夫来。那锤子虽然沉重，但是也架不住人多力量大呀，连萎缩妇那都是急切无比，脱掉外套露出这炉柴棒似的胳膊来帮忙了，一个个那是挥汗如雨，将这柄锤子拖到了百米开外的沙丘后面了。一旦脱离开了金鱼精的攻击范围后，萎缩妇缩着个脖子左瞅瞅右看看，躲在了屠夫的背后啊，从怀中掏出了两样东西出来，正是他事先准备好的两大法宝，一个是他自己一个月没穿的内裤，另外一件则是美美这个月呀用过的舒尔美。这贱人将这两件东西直接抛到了那个旱蛋锤上面去，顿时冒出大量的白烟出来，那旱蛋锤上面的保护法阵立即就发动了。本来这黑沉沉的外壳变得是透明无比，将里面的核心莲花骨朵都给若隐若现的展露了出来。萎缩妇早年还是学了半吊子水的道术的，本来依照他的性格，见到圣物失效那铁定是要撒腿就跑的，不过呢此时念念不忘，他贪念呢战胜了恐惧了，小腹终于成功的战胜了自己的心魔，充分的发挥了要钱不要命的原则了，开始装神弄鬼挥舞起了桃木剑来。他呢毕竟还是在道观里面学了那半吊子水的道术的，抱着这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情，说不准也能弄点什么出来，所以在这儿说什么也得坚持到底。眼见得旱蛋锤当中的荷花，那个荷花骨朵竟然开始慢慢的绽放了，而这武器的本体乃是千年仙莲，不容轻辱的，就要做出一股凌厉无比的防守反击来了。而萎缩妇依然是咬牙不走，只是手里呀插着这黄表纸的桃木剑都是簌簌的发抖了起来。这为啥？能为啥呀？萎缩妇吓的呀。忽然这桌面上啪的一声响，萎缩妇本来就神经紧绷了，妈呀一声惨叫，立即往沙丘后面是连滚带爬的跑了过去。等了半晌却没见有什么事儿发生，小心翼翼似个乌龟一般将这脑袋伸出来一看，往这怀里这么一摸，顿时发觉原来是那颗和尚祭体的黑色佛珠滚动了出来，落在了萎缩妇临时用来客串供桌的石头上面了。小妇长长出了一口气，抹了把汗，无语地说道：哎呀，老和尚
这都怪叫你把我给吓死了，我这一早知道叫你穿好一些呀。佛珠当中忽然间传来了这和尚苍老的声音，说道：老衲若是不出来，你会不会被吓死不知道，但是就凭你这半吊子法术，铁定会被这邯郸锤的防御阵法反击而死。小妇一听，咽了口唾沫，说道：得了，这东西邪门的紧，我不打他主意就是了呗。说完贪婪地望了一眼，说道：这锤顶似乎是木头做的呀，也不知道能不能锯下来，烧着火的话也不错呀。阿弥陀佛，老和尚宣了一声佛号，沉痛地说道：这邯郸锤乃是南海观世音菩萨池中的仙莲，素有佛力加持，你这贪婪的家伙一知半解，居然对这样的灵气之物，又是裤头又是女人，越是来亵渎于他，此时已被气灵恨之骨髓，必欲杀之而后快，此时罢手都晚了。猥琐妇这小脸顿时吓得煞白，忽然间又想了一想，老手胡须这么一翘，眼睛一眨巴，立即大刺刺的一挥手，就说道：嘿，来就来呀，只要主人不死，我就可以夺舍重生。嘿，那杀我呀，想我英明神武，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副正直，又岂会被这区区的纸老虎所吓到啊。这大的和这鸽子蛋差不到小的佛珠啊，就从石头上彻底的滴溜咕噜滚了下来，啪嗒一声跌在了沙子上。老和尚这魂魄虚像显示在上面，表情十分愕然的：不过鬼缩妇忽然间一扫先前这凛然正气的模样，嬉皮笑脸的说道：我还是觉得留下有用之身为好，能不死谁愿意死啊。大胖、二胖、三胖，咱闪现。萎缩妇的说完就走。志明老和尚见状傻眼了，急忙叫道：喂，你怎么不带上我呀？萎缩妇回过头来义正辞严地说道：关于某些忘恩负义，在紧要关头还卖关子的家伙，是不值得被我救的。志明老和尚一听，顿时有点尴尬了，干笑着说道：这不是正打算和你商量吗？这老和尚貌似忠厚老实，其实你仔细一想吧，他在三清观当中祭体潜伏20多年不露马脚，这等心机城府乃是何等深重啊。虽然说出家人不打诳语这句话传颂了千年，但总还是有些例外的时候，不是吗？不过这志明想要在萎缩妇的面前耍点花枪，动点心机，却未免有点太嫩了。志明能够做到智渊寺的方丈，并且逃脱三妖仙的追杀，还真是有那么两把刷子的。这邯郸锤上面的巨大威力，都是来源于观世音菩萨一脉的佛力。若是这邯郸锤握持在金鱼精的手里，那么他自然是半点法子都没有。偏偏不知道这金鱼精这时候发了什么癫，自断触须，连与这柄法宝的精神气链都给切断了。如今这把邯郸锤就相当于是一处无主的宝库，虽然宝库门口还有一把大锁，但是归根结底那进法还是佛门一脉。偏偏原本拥有这宝库的主人也不在家，因此同样了解佛门大法的志明
自然就有些心动了。若是他能够联系沟通上这柄汉弹锤当中的气流，然后取而代之，那么搞不好重塑肉身这也是有可能的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